哪个群的群主是像这么样的？你们瞅瞅，先给我们的群主来两个 pose， 大家瞧瞧。我就是美食群的那个群主啊，山东经理，也是传说中的皇上，就是我，谢谢你们。今天呢，是美食群跨年的春节晚会，所以呢，我们的节目有表演的，有耍杂技的，还有唱歌的，还有抽奖，奖品非常丰富。我听说外面的四个宝马是不是？也在抽奖，大家都在期待这个某种奖品可以拿走。新的一年又来了，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位帅哥，这位关大哥关先生呢，我想大家可能都特别熟悉的，社区的热心人士，也是很多粉丝啊，你看他的粉丝团。那今天呢，我有幸呢，请到关先生跟我们一起主持，这样就是真的是太有面子，而且关先生特别为了这个晚会呢，特别购置了新的音响，真的是衷心感谢了，先给您鞠一躬，谢谢谢谢。我今天早上到Xiaomi去买的，总共189块。那我们俩呢，今天真的特别高兴，因为今天真的是满满的一堂会客。那我们呢，群里面一共1500人，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人，所以今天到场的是246位朋友。那今天来的所有朋友都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儿。黄舞，我黄舞，欢迎
界的变脸。
现在我们大家来尽情的欣赏这个中国传统的舞曲群戏，来。我就两句话介绍我们来来家具。我们来来家具有两个来字，第一个来字叫做远道而来，是表态代表的是远道而来的你；第二个来字叫做思乡而来，表示的是思乡而来的情怀。所以来来家具希望能够为远道而来和思乡而来的你们提供一个有温暖的家。然后最后呢，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们如果今天要学什么防身术啊，自己要带枪，还有讲究，是不是都可以在你店里面提供？买子弹、买枪干什么？你们要自卫，或者是你们要对哪个家伙欠你钱不给，找他。来此去到旁边的帅哥，大家买枪的呢，我有用，一定有。好，这次的节目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今年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感谢大家华人的照顾，我们公司每年都会赞助我们的皇上，希望呢越办越大，等到可能明年办到一千人的时候，公司就不用打车来做捞米。哎呀，太棒了。下面当然我们事情了，因为下面是300的红包。因为他真的为社区做了很多的贡献。奖金更多，食物更好呢。